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今天是王东庆的生日。对，今天我来帮我们俩来帮我姐买蛋糕，她今天过生日啊。你给她订个大蛋糕小蛋糕吧，大蛋糕吃不完。你要减肥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你好。送给美女过生日是吧？是的。那个你需要款式选一下。要那种的黄的啊？可以啊，就这小的。哎，这天使这个啊，好好看。这一款吃这玩意长胖。没事嘛，偶尔吃一回嘛。你不吃？我不吃。嗯，绝对不吃。嗯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上次那个蛋糕不够，是这种拼出来的。记得。大姐过生日的时候是拼的。啊。哎，老板，等会儿我们来拿，你给我们包好。过手机号码就可以了哈。啊，行。就是您的卡跟小票，那个奶酪帮东西弄来再推下去啊。好的。这个蛋糕你的卡了哈。这头发有点长，就剪个头发。蛋糕买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好大呀，好大一个啊。这么快回家给大姐过生日，走，我来不及了，上次李大姐生日就忘记了，今天可不能再忘了。这啊，把这玩意带回家。嗯，来给他除除虱子，我总感觉他有虱子，我昨天抓了好几个虱子。这、哎、放在你的那个身上，小狗心有够。昨天晚上菲菲一夜没睡，就陪小狗了。这小狗是你的心肝，是你的宝贝吗？不是呀。兵哥哥，兵哥哥。我们家里灯太暗了，然后买了几个大灯泡，哎，太难了。先买两个先用着，等到房子装好了再换灯。这是我们家原来的小灯。啊，然后现在换上去了。换了个大的，这里还有一个大的。对，现在舒服多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妈要看见这个灯泡，她就吓死了。耗电，知道吗？这个是节能灯，节能灯。耗电，耗电耗死了。没事，节能灯。这样屋里亮了，看见没有？嗯。本来跟瞎子似的。是的。通电，走。这是通电，这个通到外面，给你做饭。走。嗯，我们到家了，灯泡也换掉了。晚上冷嘞。现在亮了。谁呀？我大姐吗？你大姐。咦，大姐，大姐好。不然到现在还刚到家吧？到哪里了？啊，对。回家做饭吃呀，给你阿姐，给你阿妹过生日呀。嘿嘿。过生日，过生日为啥不早点？有事一直忙到现在。起来就一直在忙忙的现在。啊，对，没停。没停，根本就没有停。哇塞！哦。哦哟。还可以啊。嗯。挺亮的，挂在这吗？嗯，挂高一点，挂高一点，这个灯要挂高一点，不然看不见。能看见吗？看见。啊？看见。这是塑料的，没事，这是塑料的。嗯。哇塞。好了，现在就亮上多了。我们家那个节能灯不是很亮，所以说就换成这个灯。现在量多了，这沙发坐的得不得劲？得劲，可以哈，稳稳当当的。你让一下，给我坐一下试试。让开。啊，这老板椅子不错。哇塞，来，小二上场，快点啊！好，您请喝。啊。您请喝。哎呀，好茶。碧螺春。香吗？剑南春。剑南春是酒啊。碧螺春。小外上茶。茶还满意吗？茶还满意，不错。准备烧火做饭。我妈把这个豆尖子全部抱到屋里面来了。把锅烧一下，煮羊肉。试试。现在锅不够用了，这锅怎么烧呀，菲菲？我天哪，怎么堆这么多豆草？没办法，只能这样烧了。那就是我妈可能要下雨了，昨天不是要下雨吗？全爆屋里了。全在爆屋里面来了。你看我们家这个锅多长时间了？你看这里。这什么玩意？是补的吗？那个。补的。哦，那是补的哦，坏了，把个洞补起来是吧？是的。
我妈把这炒肉你来塞都塞不进去。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你的责我，你说留不住你，哇塞，羊排哟！不能分担你的忧愁，如果这样说不出口，哇！我妈回来了，快看一下我锅里的羊排怎么样了，快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哇塞，今天晚上不减肥了。今天我二姐过生日，我妈连小花船都不跳了，回来过生日。你看，从来都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吃饭，今天晚上回来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。啊，我这羊排瘦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这羊排要瘦到什么时候呀？马上这一堆草马上给我烧完了。哎，一个人好嗨啊你啊。那必须的，今天晚上你过年是礼拜也嗨吗？开不开心？开心啊。开心吗？你看锅里的这屋里的雾气啊，煮羊肉了，感觉像过年的一样。你老妈记得，你老妈难得回来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可以一起吃饭了，是的，终于可以一起吃饭了，终于可以一家人在一块吃饭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家猫咪竟然在吃玉米，我的天哪！它竟然在吃玉米耶！这得多饿呀！猫咪不是吃老鼠吗？蛋糕来了，蛋糕来了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这么大一个吗？嗯，大吗？好大的蛋糕啊，我天啊。哇，这么多好吃啊，妹妹，都你做的吗？是的呀。你看也是过生日，你也是拼的，今天晚上不减肥了。今天晚上不减肥了啊。对，这个大羊肉，他晚上肥都不减了，平时一点饭都吃一点点都不敢吃，今天不减肥。你才两天就前功尽弃了。啊，不行，两天就明天再减。明天再减。蛋糕太大了，这蛋糕不大，吃不了。没事，我可以开了吗？可以开。开吧。我可以开了吗？开吧。我看一下。呀！哇，这么大蛋糕呀！这蛋糕也太棒了吧！这蛋糕怎么样？太大了啊！吃得完吗？有点大了，我吃不了。看了这么大的盒子，吓了我一跳，我也买这么大一个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是我妈的受难日，那个知道吧？对，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的宝贝，问总机个好啊！问总机个好，好紧啊！慢些使吧，这是。这我没撕下来，拿手机吧。嗯，蘸点酱。今晚肥也不减了。不减了。不是有些人不是要减肥吗？就是啊，肥也不减了，吃大减。我问一下，这个吃这个长胖吗？不长胖啊，吃吧，不长。不长吗？应该不长肉，不长肉。滚，别人抢我肉。这是我的肉。这是我的肉。吃啊，你们。哎，王一涵。嗯。你眼睛为什么看都是这样眯着眼睛看？咋回事？近视。近视啊，那你能看到黑板上写的字吗？嗯，坐在第一排看也看不见黑板。第一排都看不到吗？嗯，赶紧让你爸给你再去配一个。明天我带你去配个眼镜哈。嗯。今天过生日，
采访你一下，你长大了想干嘛？我？嗯，对。长大？对。我现在没长大。嗯，你就说你长大想干嘛吧。那我小的时候是吧？嗯。小的时候的梦想是做个画家，顺便做个模特。为人民服务啊！为人民服务。嗯，你。我要当个艺术家。也是为人民服务。王一涵呢？我要为我自己。嗯。王一涵，你呢？你问我啥？我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？老妈已经无语了。你问我啥？老妈，你长大，我长大干啥？啊，我长大干啥吗？啊，干嘛？我长大想干你。哎，不是的，拿个鞭子，就是说就是不是，你应该问老妈什么梦想？哎、不是，说那些那个心太坏了，心不好了人呐，真的心的不好那些人，我先把他整好。嗯，举恶扬善啊，就是怕我有没有那个实力，我有那个实力把那个不好人的啊，也是为人民服务吧啊。我长大的梦想，你们猜是啥？为人民服务。我想当人民。做我二姐永远18岁，永远这么漂亮。这是干啥？你给我二姐做的汉堡吗？啊？汉堡，妈当的，妈妈，哪个都吃我，也都屋里，妈妈当着，这不，你，哎呀，给他一十个鸭子，必成其重，知道吗？从此以后，什么感情、爱情将远远离你，远离尘世间的世俗。他这叫红太后吗？还是红贵妃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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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